海边了，刚退潮，看到大海有没有一种那个，哎，没感觉。来来来，看看这里边是啥，你给我出来。这里还有一只螃蟹，看到没？你给我出来你。啊，这个吸盘这个紧，你看这个紧啊。你给我出来，你先给我上一边去啊，省得过会儿夹我。那货去哪了？那货去哪了？这不在这吗？花蛤蟹啊，这个有点小了，这个属实不要了啊。刚退潮呀，就得快来，你看，要不然全跑了啊。哎，小猫猫，看到没？小眼睛在这里，来吧你，来吧。哎呀妈呀，来，我你呀。猫耳朵，这玩意儿也有意思哦，你看，这就跟被活埋了似的，活的，活的，你看，还没睡醒呢，天得卸呀，洗洗看看吧。这一直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个东西，咋吧？就这样，就跟个帝王蟹似的，就可惜这东西不好吃。海里边最多的就是它了，行动特别缓慢。看够，哎，跑得可快了！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皮皮虾，我教你们怎么抓这个皮皮虾哈。如果说没戴手套，也没戴什么夹子，教你哈。来来来，别动了。这样，哎，行了，就这样，就谈不到你了。不知道的吧，还以为是个竹节蛏，你看看，也是个小八字眼儿。喝水了，你看，喝水了。哎呀，用我这个锻炼了30多年的小手指头给你抠出来。怎么样？都发黑了，这一看就是个陈年老贝，也是个老货了。有朋友非得让我用可乐灌这个沙马蟹冻啊，今天找来一瓶过了期的可乐，灌过试试哈。这个沙马蟹冻大呀，没动静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还真的从下面灌上来了，你看，还真从下面灌上来了。这个东西好大一个沙马蟹，看，你看它跑的，就灌一个就行了，不能再灌了，正实了。海豆芽，扯断了。这个挺大，哎呦，哎呦妈呦，哎呦，搞了半天是你呀，是，呲我一脸水啊！涨潮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豆的给个关注，拜拜。